这个好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小节，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第一个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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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四个一个，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哎呀，我的国语的时候说的不好。诗啊，诗啊，明白，诗诗句啊，对，就是说，它是前面是八个小节是一句，对，一个，对，好像一行诗，然后是一个比较长的，对，而且明白不？这个而且哒哒哒哒哒哒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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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个转折，好像这个诗里头好像有个点点点，然后又接下去了，对，对不对？滴答滴答，那这个滴滴滴答滴答答答滴滴呀，我觉得这个地方要透一口气，那就是好像这个哒啦滴啦是两个字，这个就是哒啦滴又是两个字，然后是四个字哒啦，然后最后一个字，你像诗里明白明白明白吗？是不是？好好好，这个呼吸啊还可以，就这么多一点点。好，你试试看，好好好，再试试看。好好好，滴答滴，再呼吸，滴滴，再呼吸，滴滴，呼吸。还有这个，你可以有个空间。我觉得更好。明白吗？让这个噔噔噔噔噔，余音袅袅，然后呀哒哒哒哒哒哒，滴答滴答滴滴答滴，透气，啊，听，啊，好极了。极了，好极了，好极了，我喜欢这样。然后第二首你说是什么意思，在说什么呀？死亡的一个预兆的这种感觉，对吧？是是是，是是是，而且它还不滚，这整个这个配律的，好像就是都是生与死，生和死啊，这个一个强烈的这个对比。可是它这个第二首啊，把整个这个就是这个整个配律的这个整个命运啊，已经都说在里面了，对对，都说在里面，对不对？我说啊。这个曲子简直就是，你知道，这个，这个就希腊的传说里头的故事，就是 Cassandra， 你知道 Cassandra 吗？ Cassandra 就是那个，就是这所有的人都是，就是托啊，就是这个托啊人里头那个 Trojan War 里头的一个故事，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明白，就他一个人已经看到了所有的预言的一切，是不是？对吧？这个就是呢，然后所以说一开始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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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是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是我觉得就还滴答滴答滴答，特别是这个哆哆哆哆哆哆哆，那个以后马上接下去，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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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滴答滴答滴答。明白我的意思吗？第一呢，那种压迫感，那种怎么说命运的这种感觉，那种啪啪，我告诉你，这一方面这是个预兆所说的。可是我还有一个感觉，就这个曲子还有一个这个里头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一个感觉。你知道，有悲天悯，那这个哆滴啊滴啊，那么假若滴滴答，我觉得还不够，对，不够那个悲天悯、这个一定要是一个拍头，因为这个要跟前面不一样，就是它好像滴答滴答，这个命运好像给冻结起来。明白吗？啊，那就就那你刚才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反正这音乐是可以有，就是有无穷尽的表现方式，而且程度上多一点少一点。同一个人不同的日子不同的，就是几分钟以内就会不一样， 对不 对，是应该讲才有意思。不过呢，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尽量是要把它找到这个曲子的最充分的表现。那么我觉得呢，这个 diminuendo， 你看到这个 diminuendo 的时候，你看它是一个很长的 diminuendo，对不 对？然后呢，它中间因为它已经是，就是我刚才说悯人的感觉已经多了一点，可是到这个地方啊，那个悲天的感觉更加要强烈了。然后你看它这个发展，你知道吗？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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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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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滴哒滴哒，哇！最后一个问号啊，然后才会哒哒滴，找这个完全是也许是我的性格，我喜欢幅度我觉得然后呢，特别是肖邦的 prelude，我觉得他这个感情的幅度和这个他境界的幅度是没有比这个在的，就是用最简洁最少的音符来说那么丰富的内容啊，这么一个伟大的宇宙在这里头。然后比如说最后一句呀啦滴哒滴你刚才弹得很好，我很喜欢的啊，他我告诉你，我以前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他写十四诺的他，而且我追求这种也是可以的，是吧？也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既然我说有这个悲天悯人的成分，那么还是这样更加好一点。更微妙一些，对不对？啊，这是我自己在自己跟自己说话。你知道
我的意思吗？明白啊。啊这个我就太轻了，太轻啊啊。哒哒哒。这首呢，这个时候当然是你看这个是对比，这儿是如此之好像命里注定一切都是、怎么说、everything is in vain、对不对、一四大皆空，简直就是没希望的、哎，生命、然后呢那种春，这个真的是春天，对啊、而且那个小气在那儿不断的流、然后那个鸟啊什么的、啊，这个那个，可是哒哒那个，我觉得那个你可以多一点那个，啊，然后哎呀，滴呀，哒叮不啦，叮叮不啦，叮叮不啦，叮叮不啦。那我刚才我注意到了，滴呀滴，滴呀滴，就滴呀，这个中间这个声部在拍子上还要做到滴呀滴啊，要听到这个，好啊。觉得你 crescendo 的太早，哒，然后呢，在比例上来说，虽然这个是要轻的，就是色彩变了，可是还是哒哒哒。这个第一个声音不应该是哒，而是哆，对对对，哒哒是要歌唱性的，后面的反而可以轻灵一些。就这个地方让它飘，让它飘，因为这你要这样的声音嘛，对不对？那可是还是要有的，不能够没有了啊。哎，对，好了，然后接下去悲歌。这个左手这个线条啊、最好不要，就尽量的让它连贯、连贯、虽然这个和声上、这个感觉是对的，需要这个 对吧、可是在维持这个、细节的这个同时还要、一直要往下走、往下走。好，
好，这个那种就是说，怎么说？inevitability 就是说，就是不可抗拒的一种命运的力量。明白，明白。要有这个，明白。然后这个这右手是悲歌，滴答滴，是不是啊？嗯啊，左手是啊，就一直就是压迫感那个，知道吧？对。假如你跟着右手走了，就缺乏这个压迫感。就要那么长，就要那么长。第一次你不长，现在这次对了，啊，好，对啊。这首曲子也是真妙啊，从这个从悲歌，从这么悲的悲歌，然后好像有点好像醉醺醺的，是不是啊？对啊啊，然后这个线条是这个滴答滴答滴答。这个地方对的呀，你不就多一点时间嘛哈、这个也不要那么重嘛，这个曲子这个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清灵的，是不是啊？是在一样啊，这是那种是吧？对啊，要亮一点的一样，这个大一样，一样。来一样，他这个 forte 写在这个地方，不在这儿，很有意思。可是也不要软，哑巴哑啦，啦滴啦滴啦滴，最好不要慢下来，哑啦哒啦哒啦。而且我觉得这个，你看它整个东西，就是一个线条，从一开始到最后一个线条。对，所以呢，它最好不要中间有东西出来。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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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连下去。然后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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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回到D major。我明白，我明白，对不对？我明白。这个长的线条更大，对，对，呀，被这个细节啊，我刚才就是说被这个细节，对，就是我太注重这个东西了，就是把这个整体的感觉给就是这个意思，对。那这个底下一首，你说这底下一首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你要用一个中文字来描写这个境界，你用两个什么字？哎呀，哎，这个两个字，我也，它还是死亡。这个你看，这个
这首前奏曲里头有那么多的悲歌，可是每一个悲歌都是不同的悲歌，对，不同的，而且是一种不同的那个情绪的一种悲歌，对不对？对。那我觉得这个在这一首可能比呀的，可能实际上比那个还要悲，可是高，他悲可是高，就是不是那么个人的，他的境界高啊，他不是个人的悲了，是不是？而是还也可以说，也可以说没有那么悲，而是一种惆怅，是不是啊？明白。他就在这个就整个宇宙，前面一次不是哇哒哒哒哒，已经很强烈了。这一次就说是哒，哇滴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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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然，哒哒哒哒哒，然后最后哦，这个又是结尾，又是开始，对啊。这个两个，这个滴滴哒哒哒哒，这个怎么个时间上怎么去控制，很难的呀。我第一次我也没控制的，对。滴哒哒哒哒，让它自然的哦。就这儿，对不对？你看，就是说，我们这个在艺术上总是要注意这个，不能够。东也一个高潮，西也一个高潮，一定要知道是。而当然有很多人是说就注意一个高潮，就不中间还有很细微的高潮什么的，可是要比例啊，越是追求这些细微的东西，这个比例就更加重要，对是吧？说这个是很冒险的事情，那说你容易一点的话就不去顾那些，就最简单的也就还可以。不过呢弄得不好，我们像我这种做事情的，弄得不好是弄巧成拙的，会变得很就是变成个丑八怪，太多了，很危险。
朴笛能够弹得不错已经是很好了，就很难弹这个。可是呢，怎么样能够把这个，这个是好像青梅竹马，对不对？回童年时候的那种，那种就是那种 innocence， 那种天真，那种啊。可是呢，太朴素了呢，就少了一点童真。嗯，那明白，你知道吗？少了一点顽皮。对对对，这还需要一点。你要说啊，叮当当当，呀哒哒哒。最难弹，总而言之，就是还可以多一点，多一点就是回想童年的时候的那种入戏一点，就好像已经回去了。滴滴答答，啊，滴滴答答，我这个弹不来，不要那么响，轻一点，从这个你神秘的地方，滴滴答答，认为应该要这样，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这个已经在说底下的了，对吧？暗示了已经，你知道吗？而这个不是这样，假如是这样的话，让这个从头开始，那这个 prelude 的这个一贯的，它里头每一首跟底下都有一种微妙的联系。然后他一个这个滴答答答，然后这个等看这个啊的啊滴，这个也是哒哒哒哒。事实上，它是很非常怎么说？它有一种，因为整个曲子它是就是我说的吧 ，storm without and storm within， 对不对？心里头的风风雨，外头的风风雨，然后这个哎呀凄凉啊，凄。啊，这凄风苦雨啊！可是他最后的时候，他好像滴答答，滴滴滴滴答答答，好像解脱了，对不对？对。可是嘟哟啊，嘟哟啊，啊，嘟嘟，他并没有解，因为嘟啊，嘟哟啊，啊。然后他说：“这个就有说头了。这首曲子，因为这首曲子永远是个大问题，对不对？老是这个节奏问题，怎么弹？那，你说这一首是说些什么呀？我感觉完全是前面一首的一个对比，一个抗衡，就是这个是一种，怎么说呢？彷徨的、无奈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是叫抗争的、高傲的，就是往上的一种感觉。是吗？我跟你说啊，第一，我有一个特殊的这个，对这首曲子有个特殊的 vision， 就是说
我的这个怎么说看法？看法看法，一个对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巫师，你知道吗？这是张天师做法呀，这是你因为你看那都就是一个好像 positive 像好像一个进行曲式的呀，第一这个节奏本身就是没有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调，然后这个左手和右手两个的铺，你知道吗？两个人在那儿挣扎，同因为他呀他这方向是永远是这样的，对，明白吗？是不是啊？然后，然后从这也一，所以我说这个是呀，这哒哒就好像是一个问号似的，对不对？然后，滴滴滴滴滴，通哒哒，那你可以想象披头散发的是那种眼睛里是充满了一种，也可以是鬼的光还是神的光，反正是在那儿啊，惶惶不可终日，在那儿在这，然后这，你看这个和声的发展多么奇怪呀，对不对？不是一般，这不可能是一般的进行曲啊，对不对？然后他这个发展到最高潮，他看那个 Fellmart， 然后。反正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服你，你试试看。错了，不对了。还没有完全这个掌握这个意思，我告诉你，这个声音啊，怎么样能够让这个声音，虽然你看这个很容易往下，这个声音，嗯，没有往上，嗯，好吗？亮的这个位置，降上去，这个一定要是在好像是在迷魂阵里头的呀，你不能够 sane， 就是不能够是脑子清醒的很。对，你知道吗？一清醒就抄兵，抄兵这首曲子的妙处就没有了。不能抄兵，就是要一种这，哇，这个不过这个这首就好，要慢慢琢磨。你知道这个是马祖卡对不对？这个节奏是马祖卡，你知道吗？我还真没注意过，没注意的，没有注意，这是马祖卡，所以呢，
这滴滴答答当，已经有一点时间，叮叭棒棒，特别是这一次，一二三，嗯，明白吗？还有呢，这同样的这种光彩，可是轻一点，不要那么响，轻灵一点。那太早，滴呀滴呀，棒，来不要轻，太轻了啊，棒，棒。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所有是这样才能连贯下去啊，对不对？对，他这在肖邦的音乐里头很少有怎么说？我们写文章里头说什么标点符号是句号，就结束了句号，没有的，要么是问号，要么是 exclamation mark 惊叹号，永远都是如此，你知道吗？第一下这个第一呀，还是个问号呀？第一问到这个来了。呀哒哒哒哒，那对不对？我觉得啊，这个时候就是不是这个配乐里有很多各种，不就是我刚才说的暴风雨啊，各种各样的，就是那种强烈的这种恐怖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做噩梦，梦里头的。所以呢，我觉得对呀，虽然是 forte， 可是你别，我觉得在梦里头的，梦里头，所以。不要太嗲嗲嗲嗲嗲，里面，你知道吗？然后这个 pedal 嗲的，要一定要找它。然后你看 fortissimo 出来就在这儿，才是第一次真的 fortissimo， 明白吗？然后到高潮，然后你看到最后，这个最后两个 chord 是 fortissimo， 嗲哒哒哒哒，嗲哒哒哒哒哒，嗲哒。
嗯、你说是不是像做噩梦嘛、嗯、而且就是好像、哦、你可能半夜里有的时候你做噩梦时你就不知道在梦里还是在醒着、嗯哦、会这种感觉跌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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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嗯嗯、是那种感觉很恐怖的感觉、啊、那不要那么想该是多一点 crescendo、嗯滴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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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啊，就是你看，滴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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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滴呀哒哒哒，明白吗？滴哒滴哒哒滴呀，滴呀哒哒哒，滴呀哒哒滴呀哒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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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这个左手不够，滴呀哒，这这呀，这哒哒哒哒还是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不要慢啊，很棒，晚一点可是很棒。好。这首也是个，又是一个，我忘了肖邦的总谱上啊，他是不是先写了六四，然后把它划掉，改成三二？嗯，你知道吗？这个？我知道，我知道。啊，所有的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人都认为是肖邦是弄错了。嗯嗯嗯，我是不相信肖邦会弄错的。嗯嗯嗯，他没有弄错，他故意这样的、嗯。他为什么故意这样？他就是要表达一个意思。就这个意思他就说没有办法说清楚、嗯、他明知故犯、嗯、这个明明是六十他非要写三二为什么 对不对、嗯、哪有肖邦是个多么怎么说挑剔多么就是非死、嗯、完美的一个、哦、对他有点像我爸爸、嗯、我爸爸有这种脾气、啊、什么事情认真到这种程度的人、嗯、对不对、嗯、绝对不会疏忽、嗯、他是故意的他要说一点是问题就是这个曲子，他要表现的一种境界啊，嗯，他就是怕人家就要、太实，嗯，他要人家感觉三二的话，这个就变成新国贝子的，对，就是切牌了，变成所以。特别是这个不会啊，在拍子上的总而言之他要留东西他要留东西然后他要一个我觉得这首曲子的境界啊科托说得很妙他说只有肖邦能够做出这么美的音乐可是美到一个程度让你 要流泪、嗯嗯、的确是如此是不是、嗯嗯、他说的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这个 tonality F sharp major 这个最遥远的一个调性、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神秘的夜晚、嗯、很多星星在天上、嗯、闪着神秘的光、嗯、啊、嗯、然后就是那种、
你在宇宙之间也可以说是这人会更通天了，就是有一种神秘的一种、嗯、一种解脱、嗯、一种解放、嗯、所以看他最后那个你看他那个这个的就是他要说的、嗯、就是要他要虚、嗯、不要太那么实、嗯啊啊啊啊啊、不要慢太多、嗯、一个感觉啊滴滴答答答对不对？不要，就是我说的，不要句号，句号，句号，你知道吗？嗯，这就好像诗里头什么点点点点点，对不对？滴滴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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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啊，好。啊，然后底下这个，底下这个，我跟你说啊，我认为你弹得太快。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嗯、它虽然是 Allegro， 可是那个写 Pesant、嗯、还有你知道这个 Oxford Edition 啊，嗯、有一个就是 Young Sterling 的，嗯嗯、他的 copy 里头的，他把它改成 Lago，、嗯、你知道吧？嗯、这个，然后改成 Lago，、嗯、那就是可见，这当然是肖邦，当然只是上课的时候，嗯、我们做过老师都知道，嗯、学生弹太快生气了，嗯、就写一个 Lago，、嗯、他当然不是真的 Lago 的意思，对对对对，可是他基本上是不要这个快，不要太快、嗯。为什么不要这个快呢？要去理解这首曲子表达什么东西。嗯、你觉得它表达什么？当然，我感觉这个是，完全的天堂的感觉，对对对，就最美的感觉。那么这个可能是最丑恶的地狱啊！我觉得是这样。我觉得这是地动山摇。是地震，整个大地在那动。同时是这个，可是同时你不觉得这个像滴答答答滴答答答滴答滴滴答答滴答答答，像不像俄国东正教的那种啊？那种教堂的、那个嗯啊、那种就是俄国的所谓圣语，你俄国人有圣语、嗯、你知道吗？就是 idiot。比如说 Mussorgsky 的那个 Boris Godunov 里不是有一个 idiot 吗、啊啊啊啊、他在街上、啊啊、Boris 看见了他都害怕的、嗯、就是好像因为俄国有这个传统、嗯、这种 idiot、啊、他又是 idiot 又是神、啊啊、他是有神的光的、嗯、他们会从他们话里头会说出这预言很多事情、嗯、什么什么什么你知道吗、嗯嗯、那滴答答答滴答答答那 就让我想起 Mussorgsky 歌剧里头那种感觉、嗯嗯嗯、你知道吗、嗯嗯、那这个肖邦的妙就妙在这儿，他、嗯、有两个东西在那儿，同时是这种地动山摇的感觉，对对，同时这个还有这一段，对对对对对对，你觉得你知道吗？对对对，我倒不觉得这个不是丑恶呀，不丑啊，嗯，不丑，可是恐怖，嗯，神秘，嗯哼哼哼，嗯，古怪，嗯，这真是个神秘的不得了的一个世界，嗯哼。你这不是地动山摇，整个世界在动、嗯、啊！
可是人家很多人以为这个跟你有相，其实完全两回事情。对对，嗯，虽然是同样是 unison， 是吧？可是不一样，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然后到这个 fortissimo， 它整个是说这个地真的是地动山摇，嗯，要瘫下来了要，然后这个你。对这个 sostenuto 这个字怎么去理解，往往很多人以为一看见 sostenuto 总是要、好像要怎么拿住，你知道吗？可是我觉得这在这么一个长的，这是最长的一首歌，最长的一首歌，我说 sostenuto 也可以是就是从头到尾 sustained， 就是说延续的啊，延续持续不断的啊，就是这个一直一气呵成，啊，所以呢这个就不要太满的。这个点点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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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点点滴滴到天明，啊，我觉得滴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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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连这个就怎么样叫连绵不断，就是你知道吗？这就是要非常小心，不要有太多的高潮。那我觉得这个哒，这个要像。大病初愈的感觉，对不对？对，然后进来，所以就不要那么准确。对，但是。有的是时间，你不要着急呀、这个拍度还是到这儿，再长一点，一个好、一个合声、啊，哒哒滴啊滴呀啊滴哒滴哒，我觉得更有说服力。我觉得这个 forte 不够呀。也是我的性格，我总归是太夸张，也许是不是太、不是太哇、哎呀，总是举啊举一啊大地啊，不是说一定要横响，而是要能滴答滴答答，走动，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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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要不要慢下来的，遇到这个地方知道一个方向，然后我认为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它没有 CD Minuendo、就是 Pianissimo、就是好像这个整个不是雨点吗，雨点没有了，可是感觉还在，就是那个雨点的感觉，所以呢就是不是啊，所以前面不要松下来，这个底下是啊，哒，不要静下来。最恐怖的暴风雨啊，是不是、你是不是知道他的拍段？是完全吗？不完全，基本上不完全，你还不敢尤其是这个我怕太，哎呀不是，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是这他这个 vision， 他这不，你已经是不像一般人，一般人的我听着就好像突然来个手指飞快的练习曲，不是的，这是乌云压顶啊，暴风雨来临、没有一点点怜悯，这是把世界整个世界摧残的、简直是这个黄冰湖最黑的黑化、你知道吗、还打雷雨交加的时候那种黑黢黢的、不得了，就是佛斯德下地狱啊、真的是下地狱、知道吗，一定要是这个 vision，连 Agate 我很高兴 Agate 的后面的、他说了一下对对对，说应该要照他这样，对你想他敢、很多人不敢的，对对，所有的人都不敢的，对好，所以、可是我每一次教学生的时候我说你弹给我听听，就照这个拍度、我每一次我很多学生手指好得很呀、这弹得好得很、一用这个拍子，哎呀，好极了！我觉得我是很羡慕，我没有他们这个手指，不然的话，哎呀，真是。好，我试试，我试试。哒哒哒哒哒。最像 Mendelssohn 的，对不是、那 Mendelssohn 这个无忧无虑的这个天之骄子、生下来就是春风、得意的，是不是啊，是吧，这个感觉、可是我觉得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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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就是是就简单一点，简单经不起，不，然后后面佛滴哒哒哒哒哒，那个可以了。上来的声音，不要下去的声音，这个是展现的，哒哒哒哒哒哒，啊，滴哒哒哒哒滴，滴哒滴滴到这个地方，哒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滴，啊，滴滴滴滴滴滴。也不要太慢，不要停，不要停啊！对了，来下去，下去了。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啊？你说，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底下一说，前面已经是他到了一个，就是我说的 Mendelssohn 的那种，很春风得意，对不对？嗯。哎呀，忽然又来一个。又来一个风，暴风骤雨呗，这东西啊，语言怎么样？啊，就是 nothing。有些戏里头不是有那个。就是发疯的一个一出戏嘛，这个完全是 medicine 嘛，这简直就一样，是吧？然后有些地方砰，哒哒哒哒哒哒砰，然后他他他他他他，简直哇！这首曲子啊，说的说的好笑的话，中间都是简直是孙悟空在那儿翻跟斗了，哒呀哒，不得了的翻跟斗。可这个地方啊，呀，他可是这个感觉又是个老生的感觉。对，你说是不是啊？老生的感觉，所以，这个呀哒哒哒哒哒，觉得了，他哒简直像个老师说，你这个哒哒哒哒哒，对，呀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在骂呀？这个啊，是不是啊？包公在骂，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对，啊，对，啊，踢呀哒踢呀踢呀，踢呀哒哒踢哒哒哒，踢呀哒哒哒哒哒哒，踢呀踢呀。啪滴呀滴呀滴呀啪呀他滴呀滴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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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很好，一点都不能缩短。然后这个，呀，分开啊，两个。啪！哎，别不要有没耐心。啪！告诉你啊，一定要有这股气，是吧？千万不要不耐心。啊。一定要，因为这个稍微短一点就少了一点，就可惜了。对，前功尽弃。对不对？啊，然后从这么一个，这简直是大控诉。
啊，卡控诉，对啊，然后就来个，这简直是最欢乐的提哒哒哒哒哒提哒，而且这单弹。这个没有 pedal， 两次没有 pedal， 两次没有 pedal， 就 egg 给加进去了一个。嗯，我觉得没有 pedal 非常也是一种色彩。嗯，你知道吗？也是一种色彩。嗯、还有呢，嗯、你我知道很难，你能不能弹再快一点？提提他，那、no, 我认为不能保证对，但是我可以。宁可性格对。滴答答答答滴答答答答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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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砰砰砰！那看那这个这个叮叮叮，不用那么响呀，叮叮叮叮，轻灵一点，好，来接来干来干，哎，滴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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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响，这个是欢乐的，嗯，而不是 dramatic， 不是戏剧化的。就可以了，就这样才、嗯、呀，这样才有意思，嗯、对不对？对，这样好，嗯、这样好。嗯、我告诉你，我有一次我听到过一张唱片，嗯、是多斯卡尼尼跟练 NBC 乐队，嗯嗯、我记得他在那儿大叫。是 piano 然后那个好像这个戏要停下来了，他在那儿发火，那个什么那个首席对他说、Maestro forte、他火了，他说 idiot， 你们全是 idiot， 你知道不知道世界上有几万种 million 呢不同的 forte。 我永远都只记得这个，这个对我就是最好的一课，一辈子受用不尽。对，所以你就是看的嘛 ，fortissimo forte 一样的 fortissimo， 就看这个曲子的性格，对不对？不要这样。那我觉得你刚才这个很好呀，那宁可错两个音，你看 corto 也不错，也错的，可是性格太好了。对，就是这个是一个心像小鸟一样飞出去的，这个一定要讲。啊，简直就是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自由啊、真的是自由，对不对？一小心一规矩就没有了这个音乐，对不对？对 ，OK， 下去。可是我觉得这个速度上啊，稍微太慢了一点，太慢了一点，就给人家感觉到你在一、二、三、四、一，对，一、二，你明白吗？明白，而不是那个，哇，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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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一个小节里四拍的感觉，要完全自然的，就心里头的脉搏。中间的声部，滴答答，滴答，啊，滴答，哆，滴答，滴，哆，滴，是的，哆。
少要这么长。嗯，就是要台上在底下所有听众的气都不敢透。对，真的。对，嗯，那底下一首又是很有意思的。你说这什么木的？这个说不出来的啊，这个很难解释。这个，对，又不是，它又美，但是中间又有那样的东西，冲动的。不是很难，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有个感觉，这个好像有点李清照的味道。这情情面面，嗯嗯，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啊，那种感觉，能够，你是那种百无聊赖，你说不出来的一种，嗯，怎么说惆怅，嗯，是不是啊？嗯，对，有一种，是不是啊？对，哎呀，很寂寞，嗯哼，是不是啊？然后的突然又说，哎呦，简直是呼天好地的，对吧？可是然后然后整个世界好像跟着他在哭，哎呀，这一段真美。哎呀，这个音乐实在太伟大了啊！你下一首也很好，因为不快，是这个是，这是，这个真的是抗争了，这是起义啊，起义了，起义了，滴答哒哒，滴答哒，滴答哒，再弹一遍，再弹一遍。这个比如阿尼玛多还要往前走，看这滴答，这个最后要多一点时间，这个地方，对吧？你再试试看，对。这我就不同意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把这个弹得很太快，因为它 moderato in four， 你看这个手表面上跟这个 G major 很相像，我就是不能够弹得跟 G major 相像。 G major这个第三首它是 a la brave 一个小节，这是四个啊，还有呢，滴答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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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嗯，他这个整个他到最后了，这是最后了，嗯，在肖邦来说啊，这个是非常 Catholic， 圣母玛利亚，嗯，你知道吗？嗯，佛家的话来说，嗯，这就是涅槃了。嗯嗯嗯，你知道吗？嗯，这涅槃中文说什么？涅槃，然后你们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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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是一种强和，嗯哼，一种强和的光。我记得从前我祖母外祖母在家里念。在那儿念他的，他也不懂这个佛经里说的，我自己的什么金光、紫光、黄什么红光、白光什么，在那儿说，我小时候记得这个印象啊，大概就这种意思，就是反正强光，到处是强光，知道吗？呀呀，哎呦，就尽量的想把它想得慢一点，就是安详。知道吗？对，哒哒哒哒哒，嘤哒哒哒哒，而不是嘤哒哒哒，不要太兴奋，不能有一点兴奋，就是要，就是Nirvana的感觉。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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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你的我也听见中间的声吧，这个 trio 最好不要太快，前头，这个是有啊，这个要不永恒的吧？刚才已经不错了，你知道波兰人的血统，斯拉夫民族里头啊，有蒙古血统的，嗯，我觉得这简直就成吉思汗了，这结果你说是不是啊？对对啊，对，横扫一切啊，简直是啊，莫这个全世界都是他的，对对啊，对，对不对？嗯，而且那种还有他那种有一种不知道什么，有一种强悍的那种，不知道，简直就是。不知道这个不是人，不是肉做的，简直不知道什么啊！然后从头哒哒啊哒啊哒，然后哒哒哒哒哒哒，从头那这个很有意思。你看这儿有个五度，对吧？啊哒哒哒哒哒，开始也是个五度，这呼应的。对对对，这个肖邦，我跟你说，他这个不知道是他不想过这些还是怎么微妙的，他肯定想过，他肯定。哎呀，这个人不得了，这个艺术家，这个不得了的艺术家，就是，对，啊啊，你这个弹得很好，
我非常佩服。可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节奏啊，永远不要当大当找进来，大当大当永远是这样。嗯嗯，哎，再弹一遍，再弹一遍。